施工三系列皆能高效型洗爆机，剥关而乐曲，厚积而薄发。经过近十年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积淀，施工三系列洗爆机已然横空耀世，成为绿色梦工厂中那束最为耀目的创新之光。全系列包含小型、中型、大型三个子系列，高中端两种配置，八种机型，全系列具有作业效率高、节能环保和操纵舒适等主要特点，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群的多样需求。全系列均采用高性能电喷发动机，达到国三排放标准，额定功率下油耗降低10%至13%。小型洗爆机采用液压驱动转子，中型洗爆机具有链传动和皮带传动两种灵活机械传动配置，大型洗爆机采用具有液压离合及张紧系统的皮带驱动系统，使用可靠，传动稳定。先进的三点温度控制技术、高温保护功能及独有的极限载荷控制功能，能有效保证作业效率的最大化。三系列洗爆机核心装置打破行业技术垄断，拥有两项发明专利，制造工艺精良，起销稳定，换刀方便，抛料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大型洗爆机输送带高度高达4900毫米，可实现长输料带原地折叠，可实现左右各45度摆动，从洗爆到抛料全程封闭转运，满足废料输送的同时，有效地降低灰尘。小型洗爆机采用三轮全驱，机动灵活，更加适应市政公路养护作业。同时，最小洗爆半径只有350毫米，2分钟即可完成一个井盖边缘的洗爆工作。中型洗爆机则有前轮桥驱或液压全驱可选配，配置丰富。大型洗爆机整机具有4种转向模式，可满足多种工况行驶要求。大型洗爆机操作台座椅可实现前后左右滑移，通过具有徐工独立知识产权的电控单元，实现对整机的智能控制、在线显示、故障诊断、参数修订等操作。先进的集成行走手柄可实现行走及转向控制，多点肘屏悬挂，单机手操纵。同时，整机还具有手柄中位控制、刮板防护功能、车身倾翻防护等多种智能控制功能。大型洗爆机除了慢转功能、启动换刀等标配功能，还包括夜间指示、倒车影像等选配功能，为客户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。施工三系列路面洗爆机一经推出，备受用户青睐，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，在各类施工项目中大显身手，引领路面洗爆机械行业新潮流，备受瞩目。